接着下半，康林大学进攻，轮到第四棒的詹浩君。这球出手打到在三垒这边，接到了，传一垒，传的有点偏。哦，这个三垒手林和传球要多加油，接球没有问题。是是是。我这边把这个球给挡下来，挡下来不容易，对，接得很漂亮。这个接球真的是能力不错，我们看好这个球很重要，没收一支二垒安打，但是传球的位置还好，一垒手莫森正然后早有准备，这个就是接球再踩垒包了。